周彩萍，你若真正有诚意要成全我甲威廉，就无应该让阮爸阁会当找着你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话直接讲。你看后一啊。新婚夫妻交夕度蜜月，新郎不幸遇火遭撞死。迄个好人拢是个新郎，叫做许汉明。不是小翠的情啊？无需要我提起小翠。甲我放开，放开！是安尼，变变做一个丧尸啦！我真正感觉摕着足悲哀的。你之前要哪去啦？我会看住。我今嘛，就要加倍甲你扣倒来。本来全家拢死人，我留着，可是小翠人死。所以这个秘密，我会替你阮妈落去。我嘛希望你会当将心比心，莫阁做错，好我心痛的代志。